開，圍繞太陽軌道旋轉，加上引力影響，微行星互相碰撞下，形成了一個火球。火球經過長時間降温，演化成為一個水藍星球，亦即是地球。人類不停去探索，但是地球仍然有很多未知的領域等待大家去發掘，包括今日為大家介紹一個神秘幻變的生命體，它就是守護精靈。变做动物，变做植物，甚至乎可以变成一座森林啊！佢变紧出嚟啦！咁多位，你估下 Animal 今晚会变几多次身？大家落足眼力睇下啦！Okay.
降雨量大约有2000毫米，骨气温26度，好多动植物都住喺嗰度噶。热带雨林仲可以制造大量氧气，防止土壤流失，减轻洪灾，好处实在太多啦。喺森林入边，各种动物都有佢哋自己嘅叫声，就好似天然嘅交响乐啊！大家不如细心啲听下，系啲咩动物喺度叫啊？其实大自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给我们，我们都应该要反思、珍惜、感恩。大自然一直在变化，是千变万化的，是色彩缤纷的，一会儿深沉，一会儿跃动。就在那一刻，我明白了，无论你是哪个种族，什么肤色，无论你是高矮平瘦，无论你是斯文定是好动，我们都在地球有一个共同的目的，就是和地球共生共存。不如在这个时候静静回想一下我们所拥有的，现在要珍惜的，将来想保护的，和大自然带给我们美丽的，静静地享受这一刻。
咁多位 ，Animal 夠鐘休息啦，一齊同佢講再見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有邊？好開心可以同大家一齊玩啊！為大家介紹翻 Pippa 小隊，我係 Daniel， 我係 Andy， 我係 Johanna。當然唔少得我哋兩個可愛嘅媽妹，寶兒、Anna。希望你哋有一個愉快嘅晚上。下次我哋再喺海洋公園見啦，拜拜。光影中之後，立刻會上演光影都會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！Esto es la... ¿Cómo viene así la...?